这个有两个情况，第一个就是那个强盗知不知道你已经知道他进来，一个是他看到你，一个是他没有看到你。如果他没有看到你的话呢，你就尽量立刻从后门走，也可以躲到一个小的房间里面去，还是浴室里面去。如果你能够有电话在你口袋里面，你当然可以用电话报警。你打911的时候呢，就算你不讲话，那我们的那个指挥中心都会知道你在哪里的。如果就算你不讲话，我们会一样会派警察到现场去调查，看那个情况是什么的。如果他进来，他们已经看到你的话呢，那你就要给他合作，就不要惹怒他。他有什么就给他什么，因为财物到底是心外物，你要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的安全跟你家人的安全。如果他已经有枪指着你，就把手举起来，就是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因为如果有枪的话，你给他反抗的话呢，可能会出那个生命的危险，跟你家人的生命的危险，所以就给他合作，他们大概会把你绑起来，然后去收你的家，拿你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当然也是要报警。所有的电话在美国的规矩，有卡没有卡都可以打911的。就说你那个电话你是没有这个用户，你就拿着一个人家丢下来旧的电话，都是可以打911的。同时间呢，你要留意这些贼的那个特征，他们的种族他们肤色衣服的颜色，他们的高度有多少高矮肥瘦等等都要留意一下。OK， 报警之后，那你就要看看，最重要看看是不是贼全部都已经走了。然后呢，你就要把你的看看你家里面不见了什么东西，要做一个统计，然后交给那个警察，跟他讲什么东西被偷了，而且你报警的时候呢，还要跟他们讲你有没有人受伤，需不需要叫那个救护车过来，那那个如果你发现被偷了东西是有多少样东西，如果以后你再发现还有的话呢，还是可以再向那个警察去再报，跟他讲哦，我漏报了一些东西，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补到那个报告上面去的。不要随便开门，因为现在我发觉美国很多人按门铃人家就开门，他开门来看看是谁，他不是在旁边的窗口呢，还是在那个可以看的那个洞来看，他们都是一下子把门打开。所以呢，这个非常要小心，尤其是你知道这个时候是没有人会来找你的，也有一种那个门锁就可以把它卡住的那种，让门只能够开到大概2寸左右的位置的，最好也把哪一个卡上，来看外面是什么人，你才好打开这个门。